西部时来入关乎？正好你下来来看看呗。东海之滨，左足未入而右膝已至矣。东海之滨太大了，是吧？他这左脚了还没踏进去，这个右腿嘞，右膝盖已经被卡在那儿了。于是群雄而却，就是吓得群雄就是很担心的，就是往后退，告知韩愈，对他说大海的情况，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，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深，就是千里之远没法描述它的大，千仞之高呢不足以说描述海的深，极是极尽的意思。禹之时，大禹的时候，十年九涝，就是发了9年的洪水，可是呢，大海的水没有增多。商汤的时候呢，8年七旱，就7年大旱，可是呢，海水的岸边呢没有往后退，就是崖不畏加损，就是崖就是水边水岸，就是那个水边呢没有减退，也就是水位没有下退。夫不畏清九推移，清九就是清就是短，九是长，不畏这个时间的长短呢，就是变化推移，不以多少进退，也不因为这个地上流进去的水多水少，就是大海的海平面有变化，此以东海之大乐也。这就是东海的大乐。于是坎井之蛙闻之，时时然惊，睽睽然自失也。坎井之蛙听到东海这么大，才就是非常惊怖，非常惊奇，感到茫然若失了。切夫不知知至，不知是非之境，而忧郁观与庄子之言，就是这个就批评这个谁呀、啊？公孙荣了。你的智慧啊，你的智力，还不知道是非，是非这个还达不到辩论是非这种境界，你就想去，就是理解庄子的话，那么这就像让一个蚊子啊，就是背山去背着山，或者让一个商具在黄河里去奔跑，肯定不行啊。商具这个词呢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按程咬金说是马玄，以名商具，以名沮渠。但是呢，程咬金这个解释呢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认为商具呢，我查了一下，商具这个字典上是叫蝇蝽，这个解释说是一种浮于水面的小虫，似蚊子而大。这是我解释，但是下面这是我加上的。所以商具虽可浮水，但却不胜何止汹涌宽阔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商具应该是指这个小虫子。切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，而自是一时之力者，是非坎井之蛙与？就是你的智力啊，不知道论极妙之言，就是庄子所说的大道啊、道德这之言呢、啊，而自食衣锦离食之力的，就是追求一时的这个快活、一时的名利，就像公孙荣呢，要通过辩论别人获得冠军，然后获得奖金这个意思。是非坎井之蛙与？这不是就像坎井之蛙一样吗？比其方思黄泉而登太黄，这就是庄子嘛。庄子要就是。黄泉就是地啊，太黄就是天呐、啊，就是踏着地登上天，就是那就是跟宇宙跟天地合一啊，五南五北没有南北，释然四界，《论语》不测，释然四界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呢全部忘掉，就是然后《论语》不测跟宇宙合一，五东五西始于玄门，也超越东西没有方向了，跟玄门也就是跟。反欲大同，玄门大同嘛，都是道嘛，跟归于至道。子乃睽睽然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辩。所以你呢，却用你的这个什么分析辨别的方式来看庄子的语言，那么你这不是以管窥天，用锥之地吗？不以小乎？就是说，用中泰的解释，用锥之地，就是不能量地之大。锥，我不知道这个锥是什么东西，这个锥可能咱们还需要解释。这个也因为古人目前也没找到这个到底指的这个锥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子往矣，你走吧。且子独不闻夫受领于子之学行与邯郸与？你不知道受领于子，这就是受领是燕都，就是燕国的都城。于子呢，就是未成年之男子。这就是邯郸学步的例子了。未得国能，没有学到邯郸人就是走路的这种步态，又失其故行也。结果把自己。这个燕国人的这个走路的方式也忘了，只匍匐而归矣，只要爬着回去了。今子不去，将忘子之故，失子之业。现在你要不走的话，你又理解不了庄子，你把你的这个公孙荣那一套辩论指数也失去了，那么你不是以后就要挨饿受冻了吗？公孙荣
口切而不合，舌举而不下，乃逸而走。所以就是张口结舌，没法说话了，只好逃跑了。这故事都比较好理解了，是吧？下面这故事，庄子钓鱼浦水，楚王时，大夫二人往先言。庄子在浦水钓鱼，浦水这个地方咱们不知道在哪，应该是不是浦阳啊？谁知道？曰：愿以境内累矣，也是欲脱于国事的意思啊。愿以境内累矣，庄子赤干不顾，也不回头。曰：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3000岁矣。王金丝而藏之庙堂之上，金丝呢就是藏之以丝，丝应该是个桶啊或者篮子之类的，服之以金，用再用丝巾呢把它包起来，就是表示很珍贵这个龟。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孤而贵乎？这个龟，他愿意死了之后，让你用这个金丝包着包起来，放在庙堂之上整贵他吗？宁其生而夜委于途中乎？还愿意活着在这个烂泥里头，在那儿不断的爬爬，就是摇着尾巴呢？二大夫也宁生而夜委于途中啊！庄子往矣，我讲夜委途中啊！所以这就是不要因为这些名利啊、地位啊而丧失自己的自由。这下面这个例子，惠子相良，庄子往见之，或为惠子也。有人对惠子说：“庄子来与代子相，要代替你做梁国的宰相。”于是惠子恐，惠子很担心，搜于国中3日3夜，在这个国应该是都城吧，在这个梁国的这个都城里头找了3天3夜。这个3日3夜，这个搜了，这个就是国相的住和程玄英的住都是错的。国相住说养兵整旅，不可能的。这个，因为庄子是惠施的朋友，那就是他用不着去就是发军队啊、发警察到处找，而是说，按阮玉松的解释，言遍求庄子之所在，急于物探其意去也。就像说呢，就像说到处找庄子，非要问问你是不是真的。有意想当这个梁国的宰相，庄子往见之，庄子去见他说：“南方有鸟，起名为豌雏，豌雏也就是凤凰之类的东西，子之之乎？你知道吗？夫豌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，就是豌雏这个鸟呢，很高贵的，从南海飞起来，飞到北海，非五桐不止，就是不是五桐树，它就不落下来，非炼石不食，不是炼石，炼石说是猪食。”这是好像程玄英的猪吧，他不吃，非梨泉不饮，不是甘泉他不喝。这个梧桐，咱们有句话说，家有梧桐树，飞进凤凰来。你们知道这句话吧？这就是梧桐树了，一般它都要落凤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于是低得腐鼠，一个猫头鹰呢得到了一个死老鼠，豌雏过之，豌雏从上面飞了过去。这个猫头鹰呢一看见豌雏飞过来了，就是呵，就像那个毛，你们看吗？如果猫在吃老鼠的时候，你去一抓那个，你去一下这抓那个毛，就是猫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就是吓你的。然后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乎？难道你现在就是你也像这个猫头鹰一样，认为你这梁国就是来像那个猫头鹰护他个死老鼠一样来吓我吗？最后一段，惠子与庄子，游于濠梁之上，濠梁呢，也就是一个河上的小桥之上，庄子曰：“疏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这个小鱼，你看在水里游了多快活，多从容啊，不紧不慢的。这个鱼啊，好快活呀。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你不是鱼，你怎么能知道鱼快活呀？”惠子曰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你也不是我，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之乐，鱼快活呀？”这都是很符合逻辑的，是吧？下一句话，惠子曰：“我非子。”故不知子矣，我不是你，当然我不知道你啊。但是子固非鱼，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。你也不是鱼啊，你也不应该知道鱼之乐。我不是你，我当然不知道你。但是你也不是鱼，你也不知道鱼之乐。这个逻辑是很合理的。所以庄子没话说了。庄子，你看，庄子实际上也是个狡辩者。所以庄子就是你要知道，惠施是天下辩者第一呀、啊，你别忘了，那是天下的辩者冠军呢、啊。所以庄子没招了，庄子就说：“请寻其本。”这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开始逃避了。请寻其本，就是再回到咱们刚开始辩论的根源处讨论这个问题。子曰：“如安知鱼之乐云者，言，你说你安知鱼之乐，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
既已知我只知而问我，你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之乐了，你才问我的，这不是庄子狡辩吗？你们可以看出来，他这个地方这个安呢，庄子这个把这个安呢偷换了，你知道吗？安第一是如何的意思，第二 where 哪里的意思，然后就是庄子说如安知鱼之乐，云着你子曰如安，就是你在哪里知道鱼之乐，这是庄子把这个安呢解成这个意思了。然后呢，你是问我在哪里知道鱼之乐了？你那证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之乐了，你才这样问我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是在这个桥上知道的，这个河边知道的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咱们可以看，你看啊，此处注家皆赞同庄子，郭象、林希义、宣颖、林云明等皆曰：反问，凡汝问我之本意，如安之娱乐云者，是明知我只知而问我也，我由濠上而乐，则之鱼由濠下以乐也。这就是这些人的理解。阮玉松曰：此段发反起真之意，反真则真在我，安往而不欲物同乐乎？这都是上面的人的观点。但是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之意？明想问你不是鱼，如何知道鱼之乐，而不是庄子所理解的你在哪里知道鱼之乐之意。此处庄子偷换了安的两个意义，即如何与哪里。这是我的解释。Thank you.